妈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我等你呢。你去哪儿了呀？吃饭了没有？我刚才去见黄家强了。他怎么说呀？他嫌少啊，这个混蛋。我就知道他不肯罢手，他就不想让你好。不是，妈，是我对小鹏用情太深了，心里边容不下他。其实家强这个人也没有我们想那么坏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没什么意思。那你糊涂了吧？我这不好好的吗？我哪糊涂了？你跟他谈了，他同意和你离婚吗？他同意了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！哎呀，妮儿啊，总算熬出头来了。怎么了？熬出头了，那就回家吧。黄家强这一放手，你的机会不就更多了吗？再加把劲儿，这事儿就成了。妈，您觉着小鹏现在还爱我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这种时候你千万不能打退堂鼓啊！要不我舍张老脸，我帮你，我图什么呀？不就是为了让你有一个好的归宿吗？我知道，可是你也不是没看到，小鹏一见到我那种反感的样子。您觉着我这样硬和他在一块儿，我们的生活会有意思吗？这只是暂时的，妮儿啊，慢慢会好的。他能烦你一辈子吗？你有这么笨啊？妈，来，你先回屋吧，我一个人静一静。不行，我还没跟你说完话呢。哎呀，你想说什么我都知道啊。妈，你先回屋，回屋。你轰我走干什么呀？没轰你啊，妈。这孩子，盯贼似的，都几点了？彩玲该去上班了吧？就是啊，我这不是叫她起床了吗？妈，哎，爸，我昨天晚上睡得太晚了，所以今天可能迟到了。那我去上班了。啊，你路上小心点啊。爸，你多注意身体啊。妮儿，别太累着啊！哎，妮儿，你等一下。妮儿，妮儿，哎呀，你等我一下，你干嘛呀你？哎，怎么了？你告诉妈，
想明白了吗？想明白了。妈，我只不过是小鹏的过去式，而齐飞才是他的现在式。你想干什么呀？你要放弃呀？妈，我不可以再伤害那些帮助过我的亲人了。你说你这个傻孩子，我们伤害谁了？妮儿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，佳强不见了。不见了才好呢。什么呀，不见才好了，出大事了。妮儿，他把公司营业执照反人章全拿走了，你说能不能拿这骗人家？你的公司法人章和执照都在我这儿。啊？还有你的旗也在我这儿呢。佳强说了，让你把公司注销掉。不是，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这脑子有点乱。公司说，公司说到我干什么去？我您就不适合开公司，做点适合你的。那我适合干什么呀？我呀，就适合欺负我。什么？妈，不许你这样说我爸。你说他适合干什么？妈，我爸挺好的，人工地人都说了，我爸是一个特别负责的好大叔。以前是我小不懂事儿，总听你数落我爸，日子长了，我觉得我爸特别不好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其实我爸挺努力的。不是你听听你。妈，算我求你了，以后就别逼别人做一些别人不愿意做的事了，好吗？你怎么这么跟妈说话呀？啊？妈逼谁了？你不是在逼我吗？妮儿，你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呢？妈折腾了半天，我是为了谁好？为了我好，我都知道。妈，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好。不过，从今天开始，我的事情你让我自己处理。我长大了，你就不要参与了，好吗？爸，我们走。对对，你就别参与了啊。你爱嫁给谁嫁给谁，我还不管你了呢。